种呢，那么当这这谁知道那该几叫谁么那该几大，但是那这这知道谁得钱，知道谁得着，就叫么谁得着，晓得呢？也叫俺家都那么谁都得着着，别害怕，别了别。不。那，这那么谁都得。就做，得哦，这就没事。这里好不难捡的，多少没弄。你查，你查。你查，别说你捡这多。呀呀，肉那大，木嘞嘞嘞嘞嘞呢。那你得不难捡这多呢？嗯。别说恁查查是。他个查，个查就是了。对啊。头里的个木都，有老帮手。那里水大深，这么好大就着火。现在就是满山柴，我们鸟先，鸟就朝中扎白点了。开什么？另一个都来家家的，搞一个火，另一个在吃的。你搞不着搞，你搞到那家家搞，别跑过来吃呢。这是关的。哎呦！你说那这东西哪白做？你家是得吃，就得吃，就爱那吃吃。吃了吃了，熬熬什么呀？啥菜呀？姑姑熬熬多点啥个？哎，我家这还牛肉，我等那么。哎呀，小了都丢大了。你怎么了？给你找刀哎。哎好。你妈知道。那你咋给做呢哈？别了嘛，有家，家好像没有你好白哦。小哥还养菜。你不光把你杀黑。把口锅嘛，可做做家哈，你到时候给俺洗洗喏。别吵嘛，叫。没嘛。好辛苦了。哟，我念弄饶了哈。啥叫弄这么少？真菜炒啊，家都用金鸟啊，都。这真菜。不好倒哎，哪里呀？哎呀，我要跑的。就这样呢。那没关呢。我还没吃好哦。哦，好吃哦。没带菜。哦。他也做不饭哦。你说呢？这东西要带到上海啊？你带到哪？你带哪到哪？有没有炒？没得炒。炒的够多了？炒的够多了。够。不少啊，那不少呢呢。哎，那你说这菜你弄的啥？好了好了，这没有菜的呢，你摆的啥子？你没有菜哎？这不给咱二哥弄的菜子。好了。呀呀！没，我那两米。你看没高，你怎么？
哎，怎么办呢？搞多个那啦，我到古怪搞多个了哦。那，人能这么少？ 乖，到了没晒着？你瞧，这边冰冷，你那弄是这个什么呢？你都别冷了，你穿个裤，你穿个裤，他多穿个裤。 你看那结果，你再看那刀子。好，深深入我搞不出来了。